像我手上这一包，台大的名誉教授潘子明教授跟他的研发团队共同研发的强势的专利菌株，是 NTU101， 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一个体质，使用7天可以增加4倍的好菌量，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提升了6倍的保护力。比如说，如果我们去那种一般有卖那种营养保健品，尤其就是日本的那种都开在台湾，他们很多选择，哎，琳琅满目，就好多，你也不知道选什么。然后像有时候我都想说，哦，那是菌素写很多的感觉就很厉害，就觉得哇，吃很多进去很强，还是要怎么选？对啊，可是真的是这样，越多越好吗？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肠道就这样子。那你肠道真的能够定植，就是能够住下来的？这些菌种是有限的，菌素的含量也是有限制的，不能盲目的去追从说就是有几百亿几千亿就叫做是好的。对，虽然说好菌多坏菌就会少，可是如果说你去过度的补充的话，其实他们这些不同的菌株过多的菌素可能会互相的竞争，互相的卡位，反而效果就降低了。目前我们科学上也没有这样的研究去告诉我们说，哎，特别高的菌素对肠道的健康是有效益的。所以说其实定植率是比较重要的。像我手上这一包，它就是由我们台湾就是台大的名誉教授潘子明教授跟他的研发团队共同研发的。那它里面有一个很强势的专利菌株，是 NTU101， 这个是有身份证的菌株，有身份证字号的，像我们一样就是有认名的。而且呢，它是从我们台湾健康宝宝里面的消化道去分离出来的菌株。对，所以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一个体质，非常适合做补充。再来就是因为它是粉末，它的粉末非常的细致，所以也很好吸收。那另外就是说，它重点是我刚才讲的定植率，它能够住在肠道，这个定植的能力高达95%。对，所以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另外它经过我们台湾医院的一个临床研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连续吃7天，食用7天这个益生菌的话，可以增加4倍的好菌量，就提升的非常的高。所以你整体就改善了我们整个消化道的一个菌虫。另外是它不只去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提升了6倍的保护力，整个防护力都提升了。对，那更特别的就是它已经连续8年有荣获 SNQ 的国家品质标章。另外在前2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也有得到世界品质大奖金牌的肯定。哇，非常的安心，很棒，非常棒，冠军。对，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营养师，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那个粉末很细嘛，对，我自己有时候吃那个很细的粉末，这样一倒进去，啪就全部呛出来，小火龙，对，全部这样，就好像那个蓝光剑，唰，你知道吧？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先喝水。我再倒，它就会变一块一块的，你知道？而且因为有点堵住喉咙，我的喉咙很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你的脂肪很厚啊。那像它这样的不适合吃粉末状怎么办？他们其实很贴心，像我这个，它其实就有做胶囊剂型的哦。对，它一样有95%的定植率，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NTU101 是一样。那还有做另外胶囊，就非常适合，就是对，那就适合我了。它的胶囊可是用顶级的植物胶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素食朋友也不用担心，它都可以吃，对，可以安心的使用。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它还有荣获了我们世界的这个 AA Clean Label 无添加一星的等级。这个无添加就是没有添加其他有的没的，所以像我们的孕妇妈妈或是我们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又有百位医师做推荐。当然，对于小火龙、大火龙，是不是叫它小火龙以后发现它有点心虚？对，而且因为它其实蛮小颗的，可能比您吞的那一些什么胶，就是其他的胶囊定剂都还要小，所以更好使用。所以对于我们的现代人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强调，这样的东西不是在我们的年节，特别是年节。可是我们的现代人常常就是可能吃饱就躺着，平常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就说生活压力很大，然后饮食不均衡，又没有办法多蔬果的。其实补充益生菌呢，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可以帮助消化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维持，让你顺畅。推荐给大家。哇，谢谢营养师的分享。